啊，所来边来介绍嘞，啊，是一位啊，由咱台南一位真有名的这个作曲家啊，作词家，伊所做的曲啊，正义老师嘞，伊所写的这个歌啊，由咱这个彭水吾啊，早期啊唱成名的一首啊，这个台语歌曲《最后的火车站》啊，由咱小义老师嘞为咱来演奏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谢谢小雨老师嘞，啊，为咱来演奏一首《最后的火车站》，来叫一个好嘛，啊，先煞介绍一个吼，啊，看恁安尼，哇，恁哥哥吼，啊，但是讲出来声非常的好听吼，啊，像伊的声嘞，就是咱像小雨老师的声哩，听哩，
遐尼迷人吼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啊，谢谢。啊，接下来叫做扬琴，啊，这扬琴呢比较有较小型吼，啊，这也是小型的扬琴。好，谢谢，感谢您。